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温德给上六星，超能啊，不对，超市特卖区，我们一样先把划算的礼包给买一买，没问题。然后精炼补给，好，我们也买。我们现在这个精炼卡要开始囤哦，因为未来可能都会用到。这边没什么重要的啦，这个有任选箱跟钻石，930买680的钻石，其实有点亏啊。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划算。每周限购，来啊，这个应该明天买比较好，没关系啊，反正都买一买啦。本周限购，这个明天就明天，我看一下哦。OK， 本周限购，我们也全部买起来。那么，来到我们的活动，这一次有这个精炼卡 UP， 我们先抽一个，不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47张，老爹记录一下，47张，然后目前是642，我们要变成。下面有写啦，下面写488，有没有看到？500%488，所以总共500抽，看我们会抽到几张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趁着这次 UP， 我们一样全部把它抽起来，让我们的精炼卡在这个征服卡改版的时候，才有足够的量哦，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机体。老爹现在啊，这个已经挤进。全部伺服器前五名的水准哦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扶不起的阿文了，现在的老爹是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，只有几个顶级的课长可以跟老爹这个打得有来有回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提升，直到我们变成真正的天经第一。好，这感觉趁着 UP 的时候抽，有没有比较好运我不知道啦，但是500抽，如果以 17.5% 的几率来看的话，等一下我们抽完就知道了。现在已经剩下200抽了哦，很快耶，很快，我们已经抽了300抽嘞。你知道这个一抽是多少钱吗？很贵的，你不要以为老爹随便按一按的，这个按下去都是钱啊。这500张是我存很久的，等一下我来买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一张要多少啦。这个超凡图纸有17张，还剩88抽。现在的精炼卡有120张了，哎，这样抽一抽还不到100张哎。还有28抽，最后18抽，没问题。然后剩最后2抽了，哦，全部抽完了。所以我们总共拿到几张啊？靠腰兑换，我们131张，131减47等于多少？131减47等于。84张，花了500抽哦，500抽哎，其实不少哎。你看哦，100抽要多少钱？100抽要15000啊！100抽要15000，500乘以，总共是75000钻哎，75000钻，
拿到84张，个十百千万除以84，一张要900赚啊！我的天啊，这个金链卡真的贵啊，真的贵啊！好，我们再买200张，再囤起来，老爹就是这么狂。那么现在，角色，我们的温德。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战力是多少？470万，攻击力420万，生命力1700万。来，我们战力应该会提升很多。解除，然后万能碎片直接换起来了，还差两个30。最后一个30，这万能碎片是很贵的、啊，直接来到六星温德，来迎圣灵。各位观众，这真的是重金打造啦！我们的战力来到了475万，怎么好像没什么变？不过这个非暴击免伤率可以再加，变成这个特阶8。这个特防八阶没问题，哇，这战力加比较多，目前战力来到4700万啊，各位，怎么感觉没很多啊？啊，战力4700万，好了，不管，整体战力就是很强啦。哎，六星的温德，哎，他开什么玩笑啊？几个人有啊？我没看过几个人有六星的温德，哎，来。直接来到无尽战区，目前的排行榜第一名是这个 RP 亚当，我们直接把这个 RP 亚当拿来当做测试的对象，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六星的温德到底有多嚣张，基本上应该是死不了的哦，能坦能输出。六星温德，干走那么少，600万，不过运到两只了。老爹的球棒1亿5000万，是15亿还是1亿5啊？菠萝面包7亿6000万，再来，哇，这一把你能够干掉我的温德，算你赢啊！六星温德2600万，又运到一个了。总共我们的温德运到两只了，核弹菠萝面包2600万，没问题。你能够击败我的温德，就算你赢啊，就算你赢啊。你这个五星温德想要干嘛？五星的还想来乱啊？不过他怎么运到两只啊？讨厌！我六星的只运到一只，哎，他的温德怎么比较会晕啊？欸，我被晕到4只，欸，是不是在哭啊？欸，我被晕到4只，欸，结果我六星的只晕到2只，欸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。好，虽然我们晕不到那么多只哦，不过老爹的温德是相当的坦的，很有坦度啊。欸，靠，要被抓走了，我的温德被抓走了，怎么办啊？我的六星温德还给我啊！你抓走人家的温德干嘛？那是我花很多钱练的，哎。对面的春卷1亿的伤害，没关系，只要我的温德没有倒下，就不算我输哦。你能击败我的温德，我就算你赢啊！六星温德没有这么简单倒下的。只是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的温德不回来，我的温德你还不回来，我的温德你到底去哪里？天哪，第一回合都要结束了，他还不回来啊？老爹的球棒3亿6000万，他只剩下4只了。
开枪！没问题。虎喜虎口，何大不如被爆。7100万，哎、欸，他只剩下两只嘞，靠腰，好像不够我打哎、欸，真的好像不够我打哎、欸，不要说温德啊，我好像一直都死不了啊，老弟的温德血量还有20层哦，你看我的护盾还有20层啊，致命的一踢，8400万，好了各位。这个温德啊，如果你没有很多的预算啊，你真的不用把它练到6星啊。你们也看到了，一脚才踢个6000万。说真的，不要指望他输出了，好不好？但是老爹把他弄到6星呢，图的是他的坦度，是他的坦度。下次我们试试看比较强的对手哦，才能够体现这个6星温德的威力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大家，拜拜。